我们今天礼拜五，然后我没有课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 K Town 的咖啡，一个香港台湾的咖啡，它的袋子。Yes， 这叫 Pro 时髦。哎、欸，今天没有擦玻璃呢，你好 lucky。等一下，就平常讲那个故事，就是常常在下 K Town 的高速公路，会有两个人来擦你的玻璃。被人跟踪，重新讲一次。那个，我觉得它很像我阿妈做的卤肉饭，但是它要10块美金。你觉得好吃吗？还不错啦，一人推荐的，就有点腻而已，但是 overall 是不错。其实它是很好吃的，它的 vibe 很好。只是他说他的那叫什么 pork belly， 不是奶茶吗？哦，他的港式奶茶不行。奶茶，可能那个老板是台湾人，不是香港人。很不正宗。这个香港人很不爽。好，他没有到不爽啊。不爽啊。还是去 St. Gabriel Hook and Refill 的比较好。我们现在来看 Mean Girls， 示范一下。好，这椅子可以调，然后它这个板子是让你吃东西像飞机上一样，你叫餐还有人送过来，带一个爆米花要10块钱，想清楚。跟我们中午的卤肉饭一样。看完，我觉得 brings back all the memories。我觉得很棒 ，plastic is forever。很好笑，如果你看过第一个的话，一定要看第二个。他刚先帮我垫，结果 appreciated。老美啊！去当我最喜欢的情侣的电灯泡，我们要去 K Town 的日本料理，但我应该不会录，因为感觉他们很害羞。During the school day, and you said you're wheeling your favorite. Natural. Natural. 对对对。对对对对对。哇，今天是礼拜六呢，然后现在才早上6点，但是我们现在要去 Big Bear 的大熊湖滑雪，然后听说今天会下雪，所以可能需要买雪链什么的。对，希望我们成功抵达，因为我们10点在那边跟别的朋友约。Yeah, last time it's like so. I guess you won't. I guess. 现在在麦当当。我们很幸运，那个路没有封，4条路都有开。虽然。晚上看是需要 change， 但今天看不用。对对对。我们到 Big Bear 了，我们这是在 Bear Mountain， first run of the season。下雪了。下雪了。我们可能回不了家了，但是很酷，很酷呀！他第一次看到人，第一次看到下雪的时候。Oh my gosh, I witnessed my first snow with you. Oh yeah, that's so. Oh my gosh, not Tristan. First snow with a Tina. 雪超大。Yes. 雪超大。礼拜天呢，我现在到我们前两天来的餐厅叫 Kodo， 因为我们听说它早上很漂亮，就是中午的时候来很漂亮，然后还有就是类似咖啡厅，结果它很漂亮的地方就是外面那里关了，因为刚刚在下雨，然
然后我又要来当我最爱的情侣的电灯泡。去了 K Town 的糖葫芦，然后他一根糖葫芦要180台币，然后还要加90块台币的停车费。我觉得我可以开一间了。现在是礼拜二，我今天没有课，所以我们要去 Soto 那边的一间日本餐厅，两个吃香老人，我在。Real 上看到 Soto 是在 East LA 的一个 neighborhood， 旁边是 Boyle Heights。哦，对，它那也蛮危险的、啊，就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那地方开始后来就在变得很糟啦，因为大家都 move out 了，就是 typical 的美国的 neighborhood 发展会遇到的问题。好啦，我们到了，它叫 Otomi-san， 要等20分钟，因为它店很小。有人抢先我们一步。对，超衰。刚吃完的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就很温馨。很温馨，那个奶奶人很好。我们现在，人家好像不是奶奶，人家好像对卡桑。我们现在要去 Maru， 就是我在我清单很久的咖啡厅。然后听说它的 cream top 很好喝，所以我等一下点那个。很有名的那个桥。什么桥？Maru， 我觉得它蛮适合读书。它的咖啡很好喝。它 cream top 第一口很好喝，后面就还好。还行啦。只是那里人超多，就一直都有，就座位不会空过。然后我刚刚在写一个要写2000个字的，所以然后我剩200个字。That's it。今天天气很好，所以我们来 Griffith 看夕阳。我从来没有白天来过，今天这个景真的已经震撼了。我通常都是晚上来。Golden Hour。Hi。大概在20分钟就有晚霞。等到夕阳了，这里真的很漂亮。真的，转过来 ，Downtown。我们刚刚吃完乌龙面，你觉得好吃吗？还不错。其实它分量超小，我可能要吃2份才会饱。我这个燕子味刚刚好。对啊，它吃刚好，但是我还没吃饱。今天礼拜五，我们来 BCD 吃午餐。我们刚吃完 BCD， 我好饱、哦，我竟然全部吃完，超恐怖。然后我们现在在 BCD 旁边的一家咖啡厅叫达摩。就他专门做茶的，其实我觉得我们不会待很久。我们
第二家叫做 Alibi， 然后这里好处是都没人，但是它的咖啡有点太甜。飞下来吗？掉下来你接。我靠！嗨，我们到了 MacArthur Park 了。这是 LA 的 Central Park、欸。对，他说这里是 LA 的 Central Park，、啊、不是我说的。然后有一个 Westlake， 前面是 downtown。哎、欸、，downtown。downtown 在哪？前面那个高楼 ，Wellshire Center 那栋高高的。是说这里是 LA 的 Central Park， 但是他现在收回。这里的鸟比人多。这不是我讲，这网上讲的 OK。没有人这样讲吧？有。Come on, go, go, go！ 傻眼，你看前面在擦窗户，好可怕、哦！他们等下会 expect 你付钱。张镇定。到 Venice Beach 了，今天天气很好。这里是 Barbie 出现在人类世界的地方。我说我肯定还比较合理一点，好吗？现在在等夕阳，还有一个小时。这里好漂亮，这里很观光。Sorry, golden hour 了。现在也要当 YouTuber。跟我小的朋友吃 barbecue chicken， 台湾也有。